所以我嘅自己温吞，但我梦见我去订一个花店订鱼，装修前不订鸟，我看到楼天花板有装修的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装修嘛，就是在弥补呀缺点嘛。哦，没有，整个订的东西好像全部不订鸟啊，不见了不好啊，无形当中消失，说明你一大堆的烦恼。